兄弟们啊，青山沟第四天，终于等到大鲤鱼一尾啊！看看大伙看能有多大，带劲！老铁们啊，看青山沟的总共这几天的鱼货啊，就这么多，个体还行，但是就是尾数有点少点啊。兄弟们啊，石门水库下竿2小时，上来头一尾鲤鱼啊！看看带劲不？是不是纯野生大？兄弟们啊，东港大跃进，今天晚上12点钟上了一尾大鲤鱼啊！大家看能多大，好不好看？漂不漂亮得了？